甜不甜？甜，好甜。吃枣子喽！我们家枣子熟了，大家快过来吃。我瞧你那头，不扎头吗？我看看啊，中间一粒圆的。哎呦！找不着，还得着，最早给他吃。走。你乐到。哎，小姑正好带给。来，给贴着吧。小姑。哎。你吃枣子。不啦。啊。明天咱们家去吃。咱说的更好。啊。等大娘送点给你，大概也叫把吃。说的那么好。啊，行。不用了，先生。回来吃了也拿。啊。你尝尝，这个甜好吃吧？得了。有点甜味。哎呀，这甜，你吃尝尝。甜我也不，我吃俺妈妈呀，怎么也红的还？熟了呢，你尝尝，这儿点甜，嗯，这甜是，哎，到咱小赵那给你吃的，赵给俺们些小娃去，少给几个，你看咱多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很多，是吧？行了行了，是吧？很多，没啥的，你又给你家奶的，像咱吃的早点弄的，妈的那个馍渣，是的呢，馍渣，看这甜，那回给小孩吃，是吧？是吧？我那现在云南给胖人吃，就是呢，咱给奶奶吃哈。妈，那个大的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你看看，你看您这人多，还累啥着？我你看你看，来，他给舅奶吃，来给我吃，给舅奶吃，他给舅奶吃哈，来吃，嗯，不给了吧？枣很甜了，我可能不能咬动啊！你咬试试，这个比买的好吃。能咬动啊？比俺奶家好。那搁哪了？就搁上，搁上，搁上哈。搁上。留着，留着，留着。尝尝好不好吃？尝甜不甜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！能咬动。哎呀，要甜。大佬今天不是太热哈，这也没有太阳下来，嗯，上天怪热哈，嗯。